我们是中华长照协会附设的永乐居家长照机构，就是永远快乐，这是我们的机构的宗旨。然后今天要来大家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呢这份工作，然后以及呢我们当天呢面试的说明会，征才的说明会所在的地点是我们的长照咖啡馆。那我们协会有做什么呢？我们是结合居家照顾、政府的长照 2.0、外籍看护、辅具临床，还有呢长照的课程。那我们先一起进来看一下里面的环境吧。开的这个照顾喘息咖啡馆也是否我们员工使用，有什么福利呢？我们只要是我们员工呢，每个月都会有6箱的免费的咖啡饮品券，还有员工价的8-5折。然后呢，这个空间呢，我们就是希望呢，让工作辛苦的照顾员可以来到这边放松跟休息，然后呢，气氛是温馨像家的感觉。我们再往里面看，这里面呢有一间教室。我们在双月份的时候呢，会为照护员举办训练的课程，让初次踏入这个职场的人不用担心，也有亲切的督导带领你们走进案家，给予长辈最好的服务。我们的办公室在里面，我们一起往进去看。里面现在呢，是我们正在休息以及用餐的员工。好的，那我们去看一下办公室。也进行一些位移的动作，以及轮椅的使用、拐杖的使用等等，让大家可以在这边先练习，等到我们上战场去按家的时候就不会害怕了。这边就是呢督导的办公室，在里面我们有3位督导，有2位是第一线照护人员，我是社工第一线，我们会为大家做随时的咨询，也让大家成为大家的后盾，让大家去到按家的时候呢不会孤单，也不会感到害怕。